在旧约圣经的原文希伯来文中，最早出现的神的证言这个经文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四节，那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。法柜就是约柜，而约柜在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指神向子民做了见证。换句话说，神要摩西和亚伦做的事，就是要使神的子民都记住神的作为，领受神的见证。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呢？我们可以这样想，神的子民若是看重神的这份见证，见证他们与神有约，被神所救，就会明白这一位神不是自己想象出来，而是神向他们见证了自己。所以当他们日后不管遇见了什么样的情况，只要他们不忘记神的见证，就不会迷失或害怕。他们有真神与他们同在，就必得保守和拯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是信仰这一位独一真神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看见神给你的见证呢？你是不是仍然牢记着神向你见证过的作为呢？并且依然愿意忠心信靠神呢？盼望这些答案都是肯定的。